在国庆焰火现场专心指挥交通，这名身材高挑的男远景拉下口罩的瞬间秀出清秀的五官，当时不少在现场的民众看到都被迷倒，还有人将远景拍照下来po上网路。丰东派出所值班蒋玉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这名员警就是位在台中丰东派出所服务的杨浩玉，31岁，身高有181公分，平常有在健身，接电话时手上臂的肌肉线条更加明显。执行时被民众拍照po网，他自己都吓一跳。其实我隔天就有朋友传那个影片给我看，我自己也是觉得蛮意外的。杨浩玉从警资历4年多，当初在亲友的鼓励下，决定报考警察工作，最喜欢的就是为民服务。能够服这个勤务，我感到非常荣幸。然后让那个交通顺畅跟维护用路人权益是我们警察的职责，超帅又棒，我不知道在我们对面而已。杨浩玉因为挺拔的身材和阳光的笑容，经常在执行时有民众跟他合照留念，他也来者不拒，说只要是为民服务他都非常乐意。华视新闻于子瑜、洪林辉台中报道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